不好意思哦，请尽快就座哈，我们要开始闭幕式了。各位同心，这节课是由我们参议院的议长哈张文彦张议长带来演讲哈，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感谢大家。大家午安。有没有？闽南话没有听不懂的，请举手一下。没有关系哈。我们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未来为台湾多做一些事情。事先高级班等于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要没有正式上课了，等于是开场白之前我要讲我们的服装给大家认识一下哈。我们的服装这是我们的服装，是黑的西装。这一套你可以在家乐福去买，差不多3000块左右吧。都是要正黑的，还要买徽章，还要买帽子跟我们的徽章。在这个地方再告诉大家，帽子里面外面就是只有这个徽章，其他的都不能戴哦。你不要高兴说这边跟他戴一个美国国旗，这边跟他戴一个日本国旗，不对的啦。所以一定，如果有这边有带的那个是不对的，那可能就是上课的时候没有听到。这个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你有美国的国旗，你也在我们徽章下面你要去带美国国旗可以。你要带日本国旗，这边也可以随便你去怎么去带都没有问题。在我们的自己的左上角上就是我们的，一定是我们的徽章。这样的话就是标准的服装。这个一定要用白的，这个也不要用条纹的。昨天我穿条纹的来，但是今天上高级班，我一定要穿标准的给大家看。安尼以后大家出去，那就可以了解说，这个是我们的精神。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去发传单的时候，旁边的人说：“
哎，奇怪呢，为什么在穿西装在发传单？早期他们的想法，发传单都是怎么样？随便乱穿，还有那个穿那个拖鞋的，他们说奇怪呢，发穿西装发传单，所以。要告诉大家先了解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照我们啊准备的来总复习啦，来总复习哈啊，我们来第一个感谢大家参与哈，我们更有希望，大家为自己拍手啊，感谢哈，感谢大家。再来要告诉这个是我们20146月17号几天前，今天几号？22号啊，几天前？五天前。为什么把这一段抛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在啊，2014月一号，台湾民政府那么。迎春的时候啦，就有宣布美军将六月开始回到台湾基地。我为什么丢出这一张？因为在最近啊，最近的确在花莲台东啊，南部都看到一些小平头。除了这些之外，为什么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高雄美国学校在扩建？大家想想看。美国学校他招收的对象是什么人？美国学校招收的对象，他们的学生是哪里来的？应当是美国建筑，他美国单位的人派到台湾来，那么他把他的建筑都带来，当然要在美国学校上课。台北的美国学校也在扩建，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就好了。我们都用一些想法，这个就是表示他们就是要进来。好了，我们再来看。当然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主张啦，我们主张这个应当大家都知道了啦、哦、我们不用武力啊，我们不用武力啊，我们是啊要那个流亡政府啊早日结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家应当没有问题啊。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宗旨哈、哦、最终的目标，除了把流亡政府请他们去金门马祖跟平潭岛，现在正在报道啊，平潭岛在招商啊，对不对？对，那请他们到那个地方去，
啊，我们以后啦的宗旨就是啊，为百姓设想，这是我们的宗旨啊。这个要先给大家了解，那么了解以后啦，现在再看来，来看看这个全国法规资料库，去查一下，查一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什么？会指国防部参谋本部的组织条例，有没有？国防部政治作战啊局的组织条例，国防部军备局的组织条例，国防部主计啊局的组织条例，跟国防部军医局的组织条例，为什么？去思考这个问题。这边还有哦，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谁啊？啊，马英九啊，这个什么？还有这个什么？啊，是不是要闹跑啊？去思考就好，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用一点脑筋去想，为什么？啊，他怎么样？退出台湾，就是啊，他就被绕跑啊，啊，绕跑我们都会给大家看哈，去思考哈，再来看。当然，这里面很多很多啦，内政部啦，国防部啦，啊，因为是什么？美军政府下令，那么即将啊继续执政。所以要台湾人民啊做好准备，那么要做什么？政权和平转移。哎，他们这边啊一直汇调，这些都是汇调的，都是汇调很多。我只是给大家看。现在再来看这一面。早期啊，美国来。美元，美国援助中华民国，拢讲啥？大船啥？入港啊！啊，即摆讲啥？大船离港。啊，这是啥？这是诶，因为他不晓得《自由时报》他写的人，他不晓得。整个状况嘛，他所以说，哎，咱是要塞倒一带，啊，那要讲要去带去平潭啊，即摆都有咧大船来来去去啊，有啥？平潭到台北港，就是淡水港，平潭到啥？台中港，哎，就滴来来去去。我即马是要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讲，这是啥？根据媒体报道，刚回国的金普聪对马英九提出，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我很严肃哦，你去思考哦。在美国做。代表在美国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吼。啊，回来，啊，甲讲啥？讲大船离港。啊，头拄啊，拢咧删除啥？啊，组织条例拢咧废除。啊，过来。因住伫美国的代表回来，甲总统讲：“哎、欸，凡事爱赶紧做船哦，
船船的爱落跑。这拢唔是我咧讲啊！希望咱来受课的同心，拢爱去用智慧去想就好，用这去想就好。你看，你看讲这吼，这安尼吼，这就是讲正啊，离港的大船。所以伊那个咱只个做太阳花啦、什么啦、青莲啦，50万行出来，伊都我讲伊都要走啊！那咧放咧，互你乱，你安怎乱？伊也无要插你。实际上就是这个心态嘛。安尼今日来上课有价值啦无啊？拜托大家，回去把这个信息，爱把你的亲戚朋友讲予清楚，赶紧来搭这班的火车。真正到时火车开行，你先伫遐咧看上火车，安尼就足可惜啦。恁有权利、有责任，甲你的亲戚讲这个信息给伊知，安尼唔才是亲戚，安尼唔才是朋友。无讲下啊，好卡个拢恁家己去，人有诶一定会埋怨啊，讲啊好卡个。你阵啊，你会使甲讲，我招你，你都唔来啊，哪法度？好，这过来，来，这个用 email 啦，用 email 啦，来，咱看这吼。这《自由时报》哈，中国发文给联合国携带附件，宣称有权收复台盆，打压我国主权中国玩阴的，这咱叫报出来报道嘛哈，伊讲安怎？这讲，若要解决台湾的前途啦，爱全中国人来解决。我咧想想诶，虾米叫做中国人要解？咱遐要做啥？遐太阳花，一个青年讲。回复完，去报纸啦，得加足多来，关你什么事嘛？吼，关你什么屁事？吼，我安尼讲吼，咱这个就是要甲因话咧着急啊啦，这都事实的代志，因也足清楚，但是伊都要何美国啊？较歹接受咧，荷兰较歹接掌咧，互伊国创较复杂咧，互李王政府国延长着咧，所以伊才用武这个 email 啦，吼、哦，这个吼、哦、原因的呢，附件内底附讲用权利来决定，啊，佫伫这个叫怎向世界发布，讲要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我和因遐中国人爱同意。这就是啥？这就是要甲大家讲，
美国甲中国国较足清楚，伊哪会去甲中国讲恁爱平潭岛爱来规划，和无爱住伫台湾啊？中国走来遮的人，登去平潭岛，拢讲好啊！啊，这大家唔知啊！啊，我来遮上课，阮两三年前就知啊！啊，我咧甲大家讲啊，大家讲啊，哪有影？哪有影？啊，无影！来看卖，这2012年6月福州的新闻。美中安排 ROC 的难民回归中国福建平潭岛，两岸共同管理。啊，这就是这个所在啦。是安怎？足近的啊！美国讲要收回，啊，这些人会惊到，拢会拼转去。啊，拼转去，伊若乌白走，有诶走去东北，有诶走去啊，迄、那个贵州，还是走云南去，啊，乌白走，乌南，乌白走，中共啊惊咧，你去走遐去甲去革命，而且无法度控制，啊好好，拢来遮，拢来遮，大家拢来遮。恁家的拢来到这吃，啊，这就是要创造特区，代表也用你，啊，台湾的专业证照也拢会用你，啊，所以以后那湾啊，只甲你封锁都好啊，恁要起革命啊，啊，都无可能啊，只甲你封锁掉的都好啊。跟香港同款，香港那块把你堵起来，我水不要给你，你就倒了，这也是同款，他这些天然资源都不供应，他跟你封锁，你就，这我们很早就在说了，大家说，哪有影，哪有影，现在，大肆在宣传说在招商啊，哎，啊，佫招商，佫有诶，底下出代志诶，过来安怎呢？过来游行呢？吼，在平潭岛受害的台商底下咧游行，佮伫台中游行，伫高雄咧游行，吼，啊，这就是迄个时阵开花的啦，吼，开花的情形啦，吼，这个就是这个报道。哦，啊，这个平潭岛这个报道，后来咱来放这个报道，好，大家看这里。两岸海上航运有新的航线，从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10万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元旦前后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越来越便捷的交通，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TVBS 新闻李宏、庄志伟，福建采访。好，咱来看，这就是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嘛，吼，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收益，
啊，这就是讲台湾跟平潭的特色，就是要建成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岛底下啦。目的地带不愿意留在台湾的人，可以住在那边。安尼尔，目的就是安尼，吼、哦，啊，好大参考。咱即马吼，国别来吼看这个影片，吼、哦，讲前进平潭岛啊，受害的台商，吼、哦。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丽娜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咱今晚要看一个，迄、那个平潭岛啊，受害台商的平潭岛的，来过来看这个。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
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的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好，安尼，这要给大家去思考这问题，大家想看卖咧，这就是流氓政府。我要赶紧把咱善良的人民骗去遐投资，啊，互伊啊，伫遐无法度好翻身，拢是政策上，拢因个迄个新闻上的报道，啊，互大家。清楚，啊，就予大家去做思考啦，吼。咱这个，好，这个咱我来过予大家报道过予大家看这个。啊，这图片呢？这图片呢？哦，咱这个就是咧讲啥物？政府的怎？潜藏的啊债务啊，来突破啊十七条吼，三啦，吼、哦，这是三年来啊，爱增加四条啦，啊百姓啦爱来负担啦，这意思就是讲，即马生出来的囡仔，那爱来负担啦。所以讲，这就是要好，我钱我袂甲你开啦，钱我袂开，啊，就是有这个报道吼，啊，这给大家看这个。啊，伊安怎讲呢？讲啊，这个未必变成迄个怎实质的债务啦。啊，当然也使安尼讲啊。啊，实际上，这就是潜在的债务嘛。即马这个问题，我要丢出来，予大家看。用啥？罕见。美国治理国务卿，台湾要予台湾自治，比啥？四月七号。大家思考看卖。迄、那个三月三十是啥物代志？大家想看卖，尤其少年诶。太阳花，大家拢行出来嘛？全世界拢行出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较先进的国家拢行出来。美国我去惊到啊，赶紧爱甲这些少年讲，要予台湾自治啦。啊，这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呢？来看这个，这个啥？哦 ，autonomy 啦，这都要予面顶有人的呢，啊，都要去下到啥？啊，都土，我拢安尼讲啦。咱李登辉总统做总统几年？十三年。
啊，跟台里的家家里十三年。啊，阿扁做几年？加起来偌济？你当有改变无？啊，李登辉总统讲要甲台湾先废掉对无？讲废神啦！美国讲未使，讲安那讲未使你啦。变动神啦！我过来，阿扁啊，讲要下批啊申请参加联合国，用台湾共和国参加啊。联合国给你推荐，伊讲好啦，你推荐我来公投啦，台湾来家己决定。美国讲安怎？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啊？大家去思考这两件代志。美国是毋是安尼讲？麻烦制造者，因为要让你自治，面顶有人呢，面顶就住伫遐迄个所在的人啦。大家看，住伫这个所在的人啦，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就不是住在台湾的人的。你要怎去公道？台湾是有主人，主人就在这边。我们可以仿照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它是英国国协，他们的主人还是英皇，但是出来他们说是加拿大。大一个国家，我们等于是以后仿照日本联邦、日本国协，啊，我们是台湾出去也是一个国家，要给我们啊自治啊，这个自治就是上面有人的自治，就清楚啊。啊，咱大家拢知无？唔知嘛，拢无去甲联想啦，无去甲想看卖咧。啊，咱来遮读册，上重要就是啥？会知影讲，咱台湾这块土地，照讲。请到咱台湾啊政府啊，这个身份证诶，就芯片这个身份证的诶人诶啊，这你叫他决定讲，嘿，就是咱较早，我叫阮老爸叫我多少，叫阮老母叫较长，伊叫我讲叫我呼咪哦呼咪哦，安尼。就足清楚，咱台湾伫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就把台湾纳进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替日本战死的放在靖国神社。有啊无啊？我去三拜，我去三拜，啊，靖国神社，这个旗啊，三届，入来日本天皇去甲祝寿，从来咱无去，清一色的拢这个旗啊啦，底下的话。天皇陛下万载，天皇陛下万载，或天皇陛下万载。即卖咱去，
变安尼啦。咱讲压安尼入去，安那话天皇迄个万载，啊，这就表示啥？日本也足清楚，啊，无这个机啊，和你随便会使入去啊，两个哨站管制。你要带什么入去拢检查？啊，咱高级班毕业，爱穿这个服装，咱来创造历史好啊！吼，十二月二十到阵来见天皇，我这个旗也要我加入吧。啊，哪要去的？啊，赶紧准备服装，啊，赶紧欠钱，吼、哦，啊，头到三万八啦，啊，希望有要写历史的来去啊，创造历史，啊，家己阿伯啊来翕一个相，我会甲孙阿公，恁阿公较早伫遐咧看，啊。去日本天皇的所在来翕相，所以尤其是少年嘞，恁有专业，然后机会加强语文、英语、日语，是咱以后爱用的语文。我一个非洲来足甘心啦！我高级班的差不多三四期以前啊，非洲一个来，一个同心，伊高级班毕业，我甲问讲你为倒来？伊讲为非洲来啦。啊，你哪会知影要来上课？因老爸叫伊来的啦。啊，佫甲问。讲伊要去日本交换留学生啊，一年啦，要去读日语啦。实在有个人咧栽培家己个囝啦，拢甲安排啊，来上课，啊，佫要甲去学日语。我足感谢非洲来个这个。啊，同学！啊，当然，咱这期的啊，优秀啊，足够多嘞！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啊，咱有大概一个啊，增减限制吼，啊，咱。哦，咱甲鼓掌一下啦吼，大家鼓掌一下。我足感谢伊啦吼，啊，伊话足热心的吼，啊无，你的心得，互你讲两分来，敢报告一下，你来遮读了后，啊，感觉安怎？啊，敢介？台湾民政府的各位同志，大家。安安，大家好！啊，真荣幸啦，甲恁同款，用参加历史上今仔日的这工哦，用为咱台湾的百姓来完成几十年来所，大家台湾人所愿望的哦，台湾人家己管台湾人，哦，台湾人要出头天，哦，啊，咱听讲哦，因为这期的授训。回去啊，大家拢是未来民政府大家的大官就对啦。哦，咱都也要讲要让台湾人出头天，台湾人会过落较好的日子。所以咱今仔日受训回了后，哦，咱家己爱多多来反省，多多来思考。哦，过去国民党政府是安怎做了唔好？哦。咱爱改进，咱爱予咱以后咱家己的同胞、咱家己的百姓过了更加幸福、更加好的生活。哦，我以上伫只甲大家来勉励，哦，
感谢大家，我感谢大家，我讲这里，大家真的顶面代表吼，我大家祝大家回去顺心如意，大家行大运，大家赚大钱，做大官吼，谢谢。拜托两件代志，第一，一定头拄啊讲过啊，你知影的，爱甲你的亲戚讲，叫伊赶紧来办身份证。第二，介绍较优秀的少年的，有的人会培养伊的，我讲的，伫非洲哦，伫南非哦，读英文的所在哦。建早起来受训，了后，搁要交换学生，搁要去日本读一年的语文，这就是咱一直看出来，大家脑子的心，咱一定会成功的，安尼对啊，唔对啊？阿姊嘛。时间足逼个，咱要其他的咱准备的资料，咱就买个讲落去啊。咱起码就是讲，因为这吼，咱这个证书考试嘛，我爱直直考啦。咱拢有资格啊，好来考证书考试吼。啊，你若有兴趣的吼，可能。我会阁咨询啦，啊，因为这个资料无去改掉吼，这第八次已经了啦吼，可能最近要考吼，大家看网站吼，吼，啊，这就是咱去参加的人拢翕伫遮呢，拢翕伫遮，吼，遐济呢，吼，这就是去。你看，咱这机啊有无？咱机啊拢伫遮呢，吼、哦。这可能我大家应该我有诶看到，有诶无看到啦。啊，这是确实的呀。这2009年十二月十五，因都知影，要讲去买台湾啊。讲因经济较好过啊啦，想要来买用买较紧啦。哦，啊，过来啊，咱即摆要来介绍哦，做咱各州的所在的地点。因为台北啊，较有诶，若外国转来，拢会去台北，所以若本土台湾人伫世界啊转来，啊来重庆吼、哦，北路重庆北路二段108号，啊伫这啊双连站啊是大桥头站下车。坐捷运，啊，行几步啊，会到位。希望有咧看人啊，网站的世界本土台湾人啊，大家有转来台湾，就来遮参观一下。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咱今日结束啊，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同行